好，现在我们邀请我们新加坡艺人工会我们的会长陈建斌上台分发终身成就奖，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艺人工会长陈建斌。欢迎陈建斌，我们的会长。会长好，会长好像18岁啊，素颜要伤，真的有了改变了，头发有点白白的，这个非胜。早就应该这样了咯，一把多一个金金嘛。然后他要分发的终身成就奖是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不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很多有华的地方都蛮喜欢他，他就是我们的一代福建歌王陈金浪先生，已故陈金浪先生啊。现在由我们的陈金浪先生的大哥陈秋礼先生上台。今天这个终身成就奖是今年度我们 STOMP 歌台大奖特别增设的一个新的一个奖项，就是呢要来 recognize 要来认可呢这些哈我们的一代的这些天王，那他就是我们陈金浪的大哥陈秋礼先生，也是我们新加坡之一，我的创新歌台的台主，我们的陈秋礼先生，谢谢，谢谢陈先生。那么当然，我很感激，我代表家人感谢今天晚上大会贵宾王金发先生 BBM， 还有海峡时报的编辑周伟明先生，立新歌舞秀的老板陈志伟先生，谢谢你们，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艺人、娱乐圈的好朋友、媒体，还有一路支持歌台的观众朋友，谢谢你们一路为我弟弟陈金浪的缅怀，我在此感谢，也感谢大家，谢谢，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你们，谢谢。艺人工会的会长陈建斌先生，谢谢阿郎大哥，谢谢李佩芬小姐，谢谢。来，我们一同来观赏一下我们陈金浪大哥的代表名作《三步妈咪》。